所以他就用那种美国逻辑的方式来告诉我说，你应该要怎么样去跟他反呛回去，去跟他说，哎、欸，你跟我讲一，你怎么现在不给我一呢？那怎么样？你要去跟他争取。结果嘞，好死不死，惹错人了啊！对方那个女的嘞，是那个电影公司里面的制片的头。哦，哎呦，这个事情呢，我还去私底下打给杨紫琼姐姐，因为那时候我跟她很熟，嗯、常私底下有聚会。嗯，我还打给她，我说：“哦 ，Michelle， 你知不知道？就是说现在那个制片组好像要把我换掉了。嗯，你晓得这个事情。嗯，然后说：哦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跟朋友吃饭啊、哦，我现在不方便跟你讲这个事情。那我就知道那个意思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样的一个关系，然后我就等于得罪了这个香港，等于是数一数二的大电影公司里面的重要的一个人物。嗯，所以从此之后呢，我等于就在香港就被封杀了。哦，这么严重。